个这个时间呢开放给大家，那可以寻我们的董事长啊，跟我们的各位师傅哦。来，右边再过来一下，谢谢。哎呦，这过走了。还有记者媒体朋友要询问的呢，可以到前面来一同来询问。那在这边是不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要协助一下？好像是的，我是那个咱们这个焖炉台记忆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我是这个代表性传承人，唯一的一个传承人，这个记忆的一个传承就唯一的一个。然后随着这个刚才说已经37年。这个我呢还带了70多个徒弟，在我们北京的各个店，外省市也有。如果光不沾酱，直接吃有味道，也会有味道，是比较淡。那我建议可以先沾一点，那口味的话可以慢慢尝。